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红梅。首先，非常希望各位参与指导与我共同主持的节目，同时也希望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温馨浪漫的生日联欢会。在这里，我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。首先是李会长做工作报告，接着秘书委副会长做财务报告，由总会会长朱明明讲话，会员自由发言，拍集体照，记录美好瞬间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第七个，我们将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，还将设立抽奖环节，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品，让大家在这生日会上有机会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喜悦。最后，我们还准备了点心和水果，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难忘的生日联欢会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拿出我们久违的热情，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温馨分会会长李博宇做工作报告。大家欢迎。